大家好，想分享关于梵语字的乌字是如何写的，就是用 Devanagari script 写是如何写的。在梵音里 Sanskrit pronunciation 这个乌字 A-E-I-O-U 就是所谓英文的 U 字，在梵音里是念成乌。这个乌字在梵音里是分为两种，一种是普通的 U 字，另外一种是 U 上面还有一横，这个 U 在梵音里是念成乌字。如果这个乌字上面没有一横，它是念短短的乌，需要把嘴往前嘟一点点，乌乌，需要嘟嘴往前一点点的说乌。如果看到这个乌字上面有一横，需要拉长两拍的时间来念，需要拉长 two mantras 时间来念乌乌。让我们现在一起学习如何写这个乌字，请跟着左边那个蓝色图里面的笔画顺序来练习这个乌字。刚刚练习的就是乌字，就是短短的声音乌字，把嘴稍微往前嘟乌。现在让我们一起学习这个梵语的乌，拉长两拍这个乌的母音的字是如何写的，请跟着左边的那个笔画的顺序练习写这个字。